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来给我们的兄弟来打气了，请把掌声给他们。有没有口号？有没有口号？必胜，必胜，哥俩必胜。池子啊，我们虽败犹荣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走呀！有没有什么不服气的吗，池子？我太服气了。刚才哥哥赢了还是输了？赢了。你觉得哥哥为什么可以赢呢？速度快。速度快，对不对？是他的注意力专注，所以说他的那个力量才特别大，是不是？嗯。